这首歌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唱，而且是深夜时段的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但哎呀呀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三门哥，谢谢谢谢。像我们今晚的这个是啊，等下我们的酒钱就有了。这首歌是那个高进写给高进的歌曲。对啊，为什么他们要用高进呢？赌神高进。要不然就小沈，小沈阳好像是一个喜剧演员，对，在对岸。那今天呢，这首歌，我们Simon哥要听，顺便也给今天开门的好兄弟们，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，好不好？希望整个月开放们多带一些师兄进来。一首老歌。
然